茶，喝着喝着也睡着了呀。但这种地方实在太无聊了，真的很困，好吗？嗯，我知道。你生病那一次在我家里，我话还没有说完，你也是这样睡着了。我生病那一次，你跟我说什么了？后来我没说。不可能，你肯定说了。我忘了。跟我表白了？嗯，没有。不可能，你到底说什么了？什么都没说。说什么了吗？我表白的时候不是那一次。哎，等等，是你给我表白的，对不对？嘿嘿嘿嘿。